个颈部按摩仪有800多万人观看。先看看视频，因为他视频里面描述的痛点，我觉得哎呀很需要。先看。买回来了，这个呢买了很多天了，它价格是329块钱。我刚刚点了它的主页又看了一遍啊，现在只要292，因为双十一活动啊，买早了几天。所以今天我们就试一下它这个到底有没有能把这里啊给你按得很舒服，因为它在热敷功能的嘛，马上冬天了啊。哇，这块是暖暖的，哇，还能帮你按成这样，哇，那应该蛮爽啊。所以废话不啰嗦，我们先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方向揉捏按摩，手掌般的温暖。它这写了温热按摩，两档强弱，揉捏舒压。哇哦，产品售后卡，使用说明书。这个还蛮重哎，这条线估计应该是充电用的。这个皮摸上去还是蛮软的，哇，这个是硬硬的。然后这是软软的，啊，这也是软软的。这有四个按钮，我看它官网上的功能说的是这样的，看图片啊，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它不仅可以放在颈部，它可以放在腰部和那个腿部。等会我们挨个试一下啊，简单的营救了一下啊。然后这有个袋子，袋子可以系在身后，背后呢大概就是这样。它这后面扣上去之后呢，我感觉有人把我的手往后背了一下的那种感觉。好，开了。哇，我觉得在我身上看不仔细啊，我等会儿看我能不能放在我媳妇身上让你们看一下。但是现在我懂她说的那种真人手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吧？哦，就是你脖子的这个位置，感觉有人用手这样一直帮你这种使劲的捏。哇，他捏的时候整个人都绷得很紧，但他一放松，哇，没有松垮垮的感觉，确实有很强劲的力的感觉。这个真的有用哎！开关的下面一个，我们摁一下，这换了个模式啊。开始那个，哇，这个模式有点那个，有点束缚我了，束缚我了。哇，这个模式很奇怪，就像一个人在背后摁，是一下、两下、三下，每下都很紧的那种感觉，然后嘣把你放开了。哦，现在你看，它又在揉，在像那种波浪一样。我简单给你们演示一下，就是有个人在你背后揉，前面这个手指的部位会非常的用力，然后大拇指会慢慢的揉你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前面的很用力的这种大拇指慢慢的揉你的肩，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你就是颈部中间的去移的那种感觉，就是手指会在前面很用力的那种感觉，大拇指在后面这样推你的那样，越推越到中间的那种感觉，到最中间的时候会一下定住停住，大概2秒钟，哗给你松开，然后又从边上慢慢的给你推，给你揉的那种感觉，最后的那一下，哇，会让你整个人盯住，哇，但是一放开，咦，又来了。我觉得调的这第二个模式，它有两个小模式在里面。第一个就像我前面说的，它用指甲和大拇指在慢慢往中间揉，一边揉一边帮你用力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模式就是这手指和大拇指在你背后就一下、两下、三下的那种感觉，很用力，就像你去按摩的时候，有的那种老师傅手劲特别大的那种感觉。按完之后放开，特别放松。它这第二模式呢，有松有紧的那种感觉，哇，就是让你哦。它这有个热敷按钮啊，在这第三个，我们按一下热敷。我们把热敷先给它开着啊，等会有反应，我给你们讲解一下。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按钮是力道，我加一个力道试试。哦，立马不一样。哦，力道增强之后，像一个人搭在你的肩膀上，然后两个大拇指使劲在往上的这种推的那种感觉，就使劲在往上推。很大。它现在那个热敷的功能，我能感觉到热了啊。它这种热是像小的时候那装那种暖水袋的那种感觉，大概暖水袋装完剩50%的热度的那种感觉，就放到你这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我感觉这一期录视频是我背挺最直的一次，整个现在颈部是热的，然后这两边就是你肩膀的这两边，哇，现在就它摁一下就会紧一下，然后一放开整个肩膀就好松好松的感觉。这个我买的时候我预想到的和我现在使用的完全是两种感受，我没有想象到会是这样的感觉，我总觉得会有一种那就是机器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戴上去之后，你能感觉到这有个东西在这儿。如果感觉不到东西在这儿的话，真的就感觉跟人捏很像。现在这个拿下来，就这一块和这一块啊，就
颈子这儿和这两块这儿特别的放松的感觉。这个也是可以绑到腰部的啊，我们来试一下啊。这个绑在腰部呢大概就是这个效果。简单的跟你们描述一下，就是这块这块这块和这块感觉有四个同时在帮你这样去揉的那种感觉，揉捏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啊，第一次露大腿应该不算擦边吧。它会一直像有一种那种揉，你看它是这种张开揉的这种感觉啊，就感觉有个人在帮你捏腿的那种感觉。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它就这样，你看，然后捏的时候往里面，你看四个脚都是往里面推的这种感觉，一松开的时候都是往外一松，就会有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个档位的感觉，这是另外一个模式，你看它会收得特别紧，你看慢慢慢慢的松开，看见没有？你看，慢慢慢慢松开，你看紧紧紧啊，松开，所以就感觉有个人在你后面一直帮你推推推推到这儿，然后放开，哇，放开的那一瞬间超级的爽。就是刚刚试用，包括我媳妇儿用也说这个东西确实有效果。我买的这个是300多嘛，也就相当于去外面按两次摩的钱，我说没有到那么血亏。总的来说价格，我觉得如果双十一买的话我心里会更高兴一点啊，因为价格毕竟会便宜一点。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它究竟能用多久啊，因为接下来肯定是我每天都会去用它了，今天坏了或者后天坏了我一定要再拍个视频。今天视频到这结束，我是67，一个什么都想买的美食博主。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还希望你点关注。